一回到就是那个少康战，是看所以哈，是那民进党真的是刚按照陈大佬讲的，高雄啊、台南啊，都是党中一定会赢，为什么这样？我觉得观察，我观察高雄这五个月，我知不知道一定下雨？因为这个城市没有活力，其实各行各业原来才有活力的。对，我们在三二三十哇，现在这是我到时候一大早就是摩托车走啊。那个蹦极啊，那不得了啊，那不得了啊！晚上，这里会有夜生活，又有夜市啊，新兴夜市，万国转动。我最近我自己就是办企业，最有夜市，60%老板娘都在我手机，没人。啊，这各行各业事实上都是关心，都需要大家，大家很嗨。还有指标，年轻人，就是高雄城的留在高雄发展的比例，74%都留下来，四个年轻人有3个女孩，这个在很多地区。那我们看到这些行业点之后，然后跟七家五业啊，各行各业去谈，我们才感觉到，过去这段时间，可能民进党执政20年，台湾的市民现在开始纳闷，是不是太多政治，太少经济，是这样翻转过来？高雄市，其实高雄市如果聪明的话，今年年底民进的事件，如果高雄市的经济问题跟选举清楚的话，他们就慢慢察觉到，其实政治上台北的。高雄就只能出经济，赚了钱翻转产业之后就全力交易下一代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对于高雄这个市民，如果确定这个走线的话，高雄是并不是没有翻盘的可能。我们看到民进党这四个市长候选人，陈其迈、林黛华、管碧玲，全部讲经济，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不讲经济，为什么？都察觉到这个问题。现在市民生活过得非常苦痛，非常辛苦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今年高雄是会翻盘。唯一的基本点，最重要的爆破，核子弹的爆炸，你在经济，你选不选呢？现在目前这个有意的表态的并不多。目前为止有两个，一个是现任立法委员，一个是美国回来的博士。那我们进入到三月中的时候，这个游戏规则在定。陈毅一直在影响嘛？对。那你现在说要是跑高，不松口，你不讲，那人家说你参选就是。我是文艺爱情片变成警匪片，这样子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把问题的点或者张力加大，因为如此的。但是我不觉得好像像蓝军在高雄不能叫什么，在高雄是再远平均的20年，再远高雄县再远32年。所以说我们再不去跑，再不去引领的这些蓝军互相去碰触、互相去取暖、互相去鼓励的话，蓝军势必就溃败了。所以我们到哪去跑？事实上，多多少少有一个火车头的作用。我们也感受到蓝军。冬天选民的温暖，世上更多人很可爱，拿上你，就算拿着这个，就是民进党，他看到你眼睛瞪着你，走过去叫一叫，握个手，他心里多舒服。那其实高雄相亲跟台北不一样，这个也是你知道。那陈水扁说，高雄市长的总票进行票，而且5名市议员不敢，会这么大的？我觉得高雄市这次市长的就是10月20号，那天的团队我下去，因为这次考试真的是很难，你考试及格率，考试100%。就是这20年了，现在到底是真的？现在站台高度，全台负债最高2400亿，卖的土地才500多亿，这11年卖的土地500多亿的钱，加起来快3000亿啊！钱到哪去了？第二，最关键是老百姓要的不多，就是安居乐业，安居就吃的安全、住的安全、行的安全，乐业是百业兴旺，那这个百业兴旺没有做，所以我觉得今年也是新的高雄领导者。他一定要带领高雄市走向阳光灿烂，通过复产革命，他给人带来一种希望，一种信心，一种愿景。我觉得未来的高雄市长以及高雄市的乡亲一定会决心。在这里。